长儿生五磅鞭女，晒血淋淋全家福。呢、這个潮妈前日剖腹生 B， 发相都潮过人啊！鞭女迟带都未剪靓噶。我乳名叫雍雍，重5.83磅，我出咗世啦，但妈咪好似仲未惯啊。Coco 喺微博话：养咗成晚，先慢慢接受呢个小东西喺我个肚出嚟嘅事实。佢话三号嗰阵好戏剧性，全程同爸爸讲笑，但系爸爸剪迟带咧，就话条带好坚韧，剪咗好耐。剪完咪由麻醉师帮你哋影靓相啦。长儿仲摊喺床度感动到系咁喊啊！但感动还感动，点解最近啲星爸星妈咁鍾意出卖自己啲仔女嘅呢？